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平时的工作环境。这里是我们的 HQ 总部 Quarcentia。我们 Quarcentia 的服务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管家服务。我们的管家们拥有着丰富的经验，也接受过专业的培训。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其中一个物业服务中心，去看看他们平时的工作内容是什么。现在来看我们其中一个项目的物业服务中心。他们是我们的物业管家，平时除了在前台处理业主的档案资料和收费之外，他们也会协助业主打理房子。我身后的这片绿植是我们公司强大的绿化团队一手打造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保安服务入场。刚好我们的技工在维修着，我们来一起看看。嗨，嗨。Quarcentia 的另一个特色是提供上门维修服务。当然啦，除了上门维修，我们的技工重点工作是维护供需设施设备正常运作。在我们小区里，当然也少不了保洁服务啦。关注订阅我们的官方平台，查看更多最新资讯。